人也到了，10点钟啊！哦，对，他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就得知大谷结婚了，结婚了怎么可以？还没有通知你，甚至新娘不是你哦，丹阳，我还笑想新娘，怎么可以背叛我？他不被你这样背叛我，要大家眼睛闭上，他要给我们 surprise， 眼睛闭起来哦，眼睛闭起来哦。已经变成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我老公。哇，圆梦了，圆梦了。独麦巨人交流赛三日举行，最终站在台北大巨蛋交手乐天桃园。开场由独麦巨人啦啦队 Venus 和乐天女孩 Rocket Girls 带来表演。日前队员陆小晴也在自己的 YT 频道曝光两队在后台的互动，让不少网友看完后直呼休息室太赞了。比较深，脚才会离地比较远，就离比较远啦，离比较远，你看看你自己的。人也到了，10点钟啊！哦，对。他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就得知大谷结婚了，所以上飞机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跟我说拜拜，我很开心这样，大家上拜拜。然后我手机关起来睡觉，下飞机打开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怎么可以？还没有通知你，甚至新娘不是你哦，丹阳，我还想新娘，怎么可以背叛我？他不被你这样背叛，大谷太太很多个，你知道吗？我去美国看他，我那时候就说你要把婚纱带着，你就不带啊。遇到很多情景，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他本人跟他讲话。你还是要由衷的祝福人家来。结婚的话，还有可能会，还可能会幸福美满。OK， 希望你可以幸福的，是我衷心的祝福你。我跟你讲一件事哦，我去日本的神社，然后我去恋爱占卜。你该不会去求他吧？我去求那个占卜嘛。我们的队长。然后他是就是新年许个愿，是要嫁给他。我就是说我要许愿，我要嫁给大谷翔平。然后我把那个愿望，你好意思，占卜愿望打开，然后神明就说不可能。真的假的？看到今天的新闻就知道这准到爆炸，大失恋。哎，大失恋，没关系啦，祝福啊。你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祝福。哇，这是我们的休息室，大家早安。这里是全新的，哇，休息室里面就有厕所，看一下。这是我在大巨蛋的工作证，舞台区已经有楼梯咯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走，我们一起走上去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视角，哇。赠送礼物时间，干巴爹！啊啊，这个好可爱哦！要大家眼睛闭上，他要给我们 surprise， 眼睛闭起来哦，眼睛闭起来哦。好尴尬的视角哦，绝对领域。
上下巴。这里就是在看美腿的、啊，好看吗？是不是？啊，腿好长哦，好瘦啊，好瘦，好瘦。Yuri 说好瘦，我这个小胖。刚刚已经。嘲笑你吗？第一次在上面应援的感觉，腿有点软，力气太大，动作跳太大，很棒，容易就累了。我看到你还把大谷的照片带上去，因为我粉丝把我认出来，然后就重创我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秋华勾人了。移情别恋，找到新欢就找到欣赏的球员。我想说这样好的比较快啊。祝你有机会成功，是吗？是我新的老公，55号，秋广悠人，我快到这了。他是我老公啊，变成你老公，已经变成了，是不是？他是我老公，太快了吧！兰兰圆梦了。好，你说。整场比赛都在看他，55号。然后刚刚日媒采访我，我就说我就最喜欢他。中信的大家都有跟我说，不透露是谁。他跟我说他本人金牌很帅。哦。所以就叫我特别注意一下他。所以你今天从头到尾都在看他。对。但我有看比赛。哦。他在打击的时候，我专注在看他。对，然后。我觉得很有缘分，因为就是我刚才在跟我们经纪人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跟55号拍照？然后，然后他就在我旁边，哇，他就在我旁边，然后就拍了，太棒了！你要再去鹿岛神社许愿吗？占卜哦 ，OK， 可以可以。跟大谷就是分开，然后就是那个鹿岛神社就说我们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所以我在这次再去问一下，可以。哎，我现在心脏还跳很快，照片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字、欸、典是什么意思？你只有一张吗？他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是不是嫌弃你？有没有正常的照片？有啦，哎、有啦哇，圆梦了，圆梦了，真的假的？他喜欢的，找本来喜欢的，然后是说老公的，都会闪婚哦。哇好 ，OK， 懒人魔咒哦，懒人魔咒哦。好啦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的球赛是顺利结束啦，0-0还是算是胜利的一种。是的，就两队都表现得非常好。你在干什么？